叔叔，嗯，你怎么把这个辣椒弄干了的？这个辣椒啊，是从地里面那个红辣椒，摘回来，在那个烘干房里面烤干了。烘干房里面烤干的呀？我们这里烘干房呢，就是那个烤，就是那个烤烟那个房里面。哦，那是不是有很多辣椒烤出来才这么一点点呢？对呀、啊，有。有点辣耶。哦，哎，这个很辣嘛。你这是做什么呢？做海椒面吗？还是做辣椒粉呢？这不是，这是辣椒面。哦，辣椒面。辣椒面。这就是什么？到冬天不是没有辣椒了吗？啊。炒菜的时候啊，凉拌菜的时候啊，这个放在里面其实很方便的，这个。哦。这烤炉里面烤出来的很香的这种。嗯，好香。嗯。我在这里都能闻到辣味。我们农村人呢。你看他也还是有办法，那个辣椒哎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是一年四季都要需要那个调味品嘛。啊，但是呢，冬天呢就没有鲜椒啦，鲜椒只有几个月，所以说农村人呢就为了冬天有辣椒吃，把这个辣椒炒干了，炒成面了。就冬天备用啊，冬天吃啊。哦。辣到你了。嗯，辣到了。我都不敢弄那个，我叫你吃吧。到一边去，有点辣。OK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个大西的没好味哈。装馒头呢，这个都还没装啥？这馒头。嗯。又说这种。这个搞好了就可以直接吃了。也是嘛。这可以拌饭就可以吃，就能吃。这个是烤的，烤肉烤的。我来拌一点吃一下，那个试一下。嗯，柴火里面烧那个辣椒是一样的吧？嗯。豆皮放进去。又煮了三千多了。豆皮汤。豆皮汤。豆皮大骨头。对。你看看你的火好不好哦？我的火好得很。我跟你说不好吃又要找你的麻烦的。对对对对。做了这么一桌菜。有荤有素，有汤，对，可以了。你说这个要煮多久？这个，嗯，八分钟。有点傻哟，这个豆皮本来就是软的，泡着的还要煮八分钟吗？我估计三分钟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八分钟熟就好了。八分钟就会化掉？不会。那好啊，那你是大厨，你来，你看你的了啊、哦嗯，不好吃就找你。这小牛牛要吃的呀，我跟你说，哦、你小心一点哦。都是给小牛牛准备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小丽吃，然后小牛牛要吃母鹅的，不就是给小牛牛吃吗？是不是？牛牛，等一下不回来吃饭了，还要上班，回过来。嗯。这人做兼职也辛苦，嗯。嗯。赚钱不容易啊，啊、哦。嗯，其实赚钱本来就不容易啊，嗯，谁赚钱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各行各业都难。嗯，这盘菜是我的最爱，辣椒面炒肉，小时候啊，老罗编出来了一句顺口溜，就是这个辣椒面，他说辣椒面喝肉炒油腻腻真好吃。我怎么感觉又是你编的哟？老罗编的，不是我编的。好了，已经三分钟了，现在再煮个五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。饭菜做的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准备开饭了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我想唱一首歌，送给我们两个。你不要翻车哟、哦！开玩笑，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，读高中的时候，也是校园十大歌手之一哈。只现在年纪大了，喉咙有点破音，是真的。不好听的话，人家会笑的哟。翻车的话，也最多是个轻微的，不会很严重的。那你试一下。苏
上的鸟儿成双对。看到没有？那一堆鸟儿是干嘛？两个。叫得那么欢快。叫声我是听到了，至于在哪里我是没看到。你没戴眼镜，你眼睛有点近视。你找我的问题你还是找的蛮好。他们两个绝对是两公婆。这也被你发现了、嗯、自己想的吧。绿水青山带笑颜，咱们这里是不是绿水青山？这还是真实的。嗯，哎，我发现这些祖宗啊，一直在带着笑脸呢，心情都很开心。嗯，为什么？开心呐、啊，他们。看到我们两个开心吗？应该是。来来来来来。顺手摘下这花一朵，我与娘子待发间。来吧，娘子，让我把这朵花亲手戴在你的头上。不是你今天中毒了吗？戴好啊。哇，好看，鲜花配美女。你没有不舒服吧？没有啊，你不觉得此情此景这首歌非常的应景吗？是不是？那我这里有些花。原来我们家阿杰是触景生情喽。对，有感而发，这叫，知道吗？嗯嗯。我生活来你做饭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刚刚是不是我在那里烧火，你在那里做饭啊？这还真是的。二人转，双双把家还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唱了，吃饭了，走走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流眼泪了？嗯，没纸巾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流眼泪了？虽然你唱的那个歌不怎么样，但是还是有点感动。 哎，这样子就把你感动流泪了。得了得了，好了好了，吃饭了啊。嗯，把眼泪擦一下，不要让他们老妈他们看到了，反正等一下他们以为我又欺负你了啊。走了啊，吃饭去了。走。发现我们家梦妍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，重感情，好女孩。那词对你好不好？是啊。